八年来首次以直升机来迎接我们这次的演讲贵宾。在直升机停好，整个动力做一个检批的时候，安利公司的总经理陈慧文女士以及业务处处长苏明明女士也会亲自的在现场迎接我们今天的演讲贵宾。身为第一志愿的名校，建中乐器部。
队的成员不但品学兼优，而且更在国际乐器大赛三度夺冠。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队的壮观，以及在迎接队伍上面的安排。而迎接带头的正是安利公司总经理及处长苏明玲小姐，这也是28年来首次由安利高层管理层来做引导车的角色。在我们凯迪拉克前方的标志，就是安利创办人家族成员的徽章。要得到这个徽章，它不单是荣耀的表彰，更是帮助了全世界很多想成功的朋友拿到自己的梦。